威哥你好，我是亮亮。做演员就唯一的辛苦就是剃头刀这个辛苦。最小的弟拍戏的时候叫爷爷，我说不行叫哥，我吃早餐不吃中餐，吃中餐不吃早餐，自动的把公司结束，是老天让你结束。他妈妈是个白痴，我也是傻子才会嫁给他。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好的，眼睛长在头顶的。惜缘，珍惜缘分，珍惜缘，我非常惜缘的，因为我老天爷给我带来那么多善缘。20岁进入香港影视圈，和梅艳芳、张学友、刘德华、成龙、周星驰等著名演员合作，拍摄影视作品200多部。他性格硬朗，被称为香港高仓健。在香港电影中塑造的黑帮老大形象，给广大影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我们一起走进演员林威。Hello， 威哥你好。做演员就唯一的辛苦就是剃头套，真辛苦。剃头套的时候，那头套啊，就是鼻子这儿呢。但是我的头大啊，往往这个头套要定做那个头套吧。因为我们是不是主要的演员，基本上都是找个头套合适，这个变成有时候很小啊，哭着脑筋呢，哭着脑筋嘣嘣嘣嘣，哇，有时候早期在香港应该是有定做那个。有，一定要的，因为我们的女主要演员一定要做的，我们是绿叶，绿叶，你真的太谦虚了，对，因为我们去年自己也做了一部古装戏嘛，所以我们的那些头套也是去定做的，对，那古装戏确实夏天拍古装是很不是什么时候拍古装都辛苦啊，置景啊，冬天拍夏天戏，夏天拍冬天戏。对，就很不是，你看就是年代戏哈，横店说不热也热，对，穿他那个服装啊，差不多半个钟头，里面都透了，里面汗都透了。你是穿那个假领，还是说真的是穿那个水衣？穿那个长袍马褂，就还是里三件外三件的。还没那么多，我感觉过去有开车，我有2辆车啊。后来感觉开车是，我现在也是，我不开，我喜欢轿车，压力很大的。为什么说停车啊？香港停车又不方便，现在感觉就是坐公交车都得要。这个是最方便的啊，这个是。你比方说坐地铁，你约人，哪怕过路费都用这个。不是，坐地铁约人，你预5分钟的时间，就是前后5分钟，一班车嘛。但是你坐开自己开车呢，包括坐计程车都有一些问题，有些误差。开车要预提早最少半个钟头，你要找停车位，你要又要预要塞车，所以坐地铁最好。我说你一般几点钟吃饭？现在12点半了，一般几点吃饭？差不多也我1点钟前到可以了。平时是几点钟吃饭？平时固定的。起床很晚了？也不，因为我现在，你说你不吃早餐吗？我在想你是不是起床很晚？不，因为我是起床很晚，我才不吃早餐。不是，我习惯性的，比方说，我今天是8点钟起床，就8点钟起床，起床喝杯咖啡。OK。在中午1点多吃饭，完了，我吃早餐不吃中餐，吃中餐不吃早餐，因为我有时候去和朋友打球的时候，一定要吃早餐。高尔夫是吧？啊，对，因为打球中间场没东西吃嘛，一定要吃早餐，就打球的时候就变成中餐不吃了。我的生活很简单，当一个演员去访问，就是简单的，没有再简单的。挺好的，周润发也坐地铁。周润发更厉害了，周润发人家是非常棒。他就是说在这行出了一个表率，是他在早比你早一点点，
其实他岁数小过我，他进入平台比我们早，比早一点，不是早一点，那早很多。嗯，我们来做，在邵氏的时候应该是明星了，他已经是明星了，我们还是临时演员。他是从上海滩开始？不是，上海滩之前有很多好戏的，亲情、火凤凰啊，跟郑玉玲的那个，很多很多。你一开始都是拍邵氏的电影？对，在邵氏待了3年。那个时候电视剧比较少，怎么讲呢？大银幕和小银幕的分别呢？大银幕所谓的比较高档的，追求艺术；电视呢，就是一个另外一样东西。这公司呢是很多年是我们公司的货仓，因为那个时候呢在香港，出货是你要进货仓，在后来就香港没货了，就空了很多年。因为我们做了这个行业，我们从我爸爸到现在做了40多年，嗯，40多年就是一路经营，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有诚信的，不会给客人戴帽子，不会给客人加油的，该你就你该我。但是呢，这么多年就是说，货源少了，就是也很感恩这个员工，就是因为说你要结束公司嘛，公司里面员工有的跟了20-30年了。岁数都大，他能做什么？他做不了别的。嗯，看到有利润，看到什么，感觉你发财不是？这行是很苦的，要周转啊，要周转，要一些年电啊。我就感觉是老天派个天使，不是你自动的把公司结束，是老天让你结束。你是不是要感恩人家？嗯。一会儿我太太在公司，因为今天放假，我太太说，在这公司，你看看，她这个，也很开心。也就是说，感恩，就是说。让他就有借口的把这公司缩小。最好的养生良药就是心态，责任不了，人生不老。不要说自己退休，将来你也是。不要说我要退休了，是吧？你看现在的小孩，你像我的孩子，工作没多年就在规划退休了。我们是，只要你能动，我的孩子现在已经在规划退休了。要命！那你跟他们相处？会有一些对没有没有没有，这都是很好，都是很正能量的孩子，都很正能量。但是他们受那个教育是这样，像我们就是说，感觉就是说，你能动就要不要说自己退休。当你有一天感觉自己要退休了，你很快就离开这个社会，会变得很心态老了。当你心态老了，自然人就老了，走起路来也慢了。所以心态要年轻，对，就看着就年轻。我的最小弟弟12岁。最小的弟拍戏的时候啊，应该是叫爷爷。我说不行，叫哥。他不行啊，我叫哥。表他爸40多岁，打他。我说你干嘛打我兄弟啊？没礼貌。我说哥叫哥的。你让孩子叫你哥的时候，他爸不在，他没听到，没听到。后来他爸说吃饭的时候，哥，你吃吧。他爸没礼貌，没礼貌，把他拖到一边打。对对对对。本节目由亮星影视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香港屯门贝尔特酒店特约播出。本节目艺人礼品由 Maximus 月饼赞助播出。本节目艺人礼品由立身药业天然虾青素口服液赞助播出。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由上海左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赞助播出。本节目用车由香港疫苗会香港紫蝶芭蕾舞音乐学院赞助播出。因为我的朋友基本上岁数没大我几个，基本上头发也完全没有染过，而且染过染过，刚刚拍戏染的，染了染的，头发是白的。我妈妈是满头白发的。那你这个鬓角也是可以染的？对，染的染的，他不是刚刚染的，一拍戏的时候才要黑的，还是挺年轻。心态好，心态年轻就可以了，外表东西不重要。外表就是说你哪怕就是说白发苍苍，满脸皱纹，但你心态年轻，永远是年轻。我妈妈是98岁左右，我就感觉，香港的医疗对这老人是非常好。棒呀！非常好，这是他们也是因为你先来香港之后，后面都是他们先来的，他们先来的，是我爸爸先来的。那个时候生活和大家一样，只是我爸爸的人工高一点，因为我们生活就是说吃饱了就可以了，生活非常简单，就是说没什么物质的追求。嗯。啊，不需要名牌啊，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，没那种追求的，这衣服有穿能穿就可以了。衣服都是太太给你买？基本上是因为什么，结婚以后他就帮我清清清，但是我的衣服很多，他的衣服很少，因为他那个喜欢就是说
没用的就送人了干嘛的再换的，我就是说只要不破继续穿。所以人家说话，你这件衣服穿了七八年了，我说没破为什么七八年后不能穿呢？都是通过李玲姐认识的啊。对对对对、哦、李玲也是个奇葩。为什么？哎，这个人真是善良到傻。嗯，他就是帮，并不是说为了利益去帮人家，为了什么东西想得到什么，就是非常单纯的。你说说，看到那个就在齐齐哈尔看到就最近发生的事儿，一个人过得真的苦，他为什么感动了呢？我们去他家里很清贫的，嗯，一个86岁的老太太，是老人痴呆症，嗯，我们以为是老人痴呆症，嗯，后在聊天的情况下才知道，这个女人是52岁，嗯，她记事的时候就知道她妈妈是个白痴，哦，但是人家50多年，人家还是干干净净，家里不富裕，但家里是干干净净，老太太86岁才干干净净。身体倍儿棒，你们家有没有咸鸡蛋？哎，他说有啊有啊，我买的咸鸡蛋是帮着，不是买咸鸡蛋。结果100块钱给他，这超超他就有100块钱给他，买了6个咸鸭蛋。咸鸭蛋，然后就是说听说有病，又自己花钱，花了300多块钱，帮他买药，结果人家吃好了，多年的风湿病痛什么，吃好了。300多块钱就可以。这个药买了300多块钱、啊，但是他吃了几次，吃了3天就好了，吃了很多，吃很多，他就这个人呢又是一个善良人，又把这些把药又分享给他的邻居有这种病的人，因为他在那个东北地方种水稻，很多人都有风湿病，他是这么个人，就根本就没机会再见的。他的付出不是为了得到回报，对对对对对对，真心想帮人，对，非常。非常好玩，这边。所以你是怎么认识李玲姐？是，她是我，朋友的一个妹妹。她本来、过去有，她是过去做过矿。后来我说你出来见见见人嘛，就是学学，就跟着我在剧组里面，就是跟头跟尾，在这么样的。很可笑，第一次到剧组的时候，你知道我们平时出去一个小箱子，它是个大箱子。你知道里面有什么？胃药、心脏药，后来就碰到这些民间的这些医生，不是说药多就是有用的，对，是手法把他们弄好了之后，他就发奋学，一开始学推按，后来就推按之后认识了民间的奇人，也是一种有很多东西啊，人家是你给钱都不交的，对他就是无偿的。过去公司在中环、尖沙咀、都搬了很多了，现在在前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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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每天都会来公司吗？我没事就是不拍戏就来。不拍戏来就是不是做工，自己在那这做一些自己的事情，自己喜欢做的事。本节目由亮星影视独家冠名播出，本节目由香港屯门贝尔特酒店特约播出，本节目艺人礼品由 Maximus 月饼赞助播出，本节目艺人礼品由立身药业天然虾青素口服液赞助播出，本节目主持人服装由上海左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赞助播出，本节目用车由香港疫苗会香港紫蝶芭蕾舞音乐学院赞助播出。这些词儿是我的，词儿是你写的。人生感悟有关系。平时来公司呢，一开始打游戏机，打了7年游戏机。你打什么？现在没有了，现在不打了。超级玛丽、纸牌不是，接龙。接龙。再就是就接龙，还有那个踩地雷，最简单的。哦。就是玩那个游戏玩。你过完7年踩地雷。
可以，就是单纯的，就每天来消磨时间嘛。公司的事也不需要我做，都是我媳妇做。您跟您太太哪看得出是六十岁？根本看不出来。心态，她心态比我还好，就是说心态比你好，非常年轻化的傻大姐，傻大姐非常傻的。你能嫁给我，也是傻子才会嫁给我。东北人哪会嫁给我？为什么这么说？我都本身傻，你说她是因为什么呢？她年轻的时候还是很好的，眼睛长在头顶的。你这是夸奖、褒奖还是？不是，真是这样的啊。年轻的时候还是真的呢，会有一些挑剔。不是挑剔，眼中无人，目中因为人感觉自己不错了，他眼中是看不下人的。您是特地因为他在旁边把声音量放大，这是真的，这是不是开玩笑的？这是真实之作，真实之作。这么多年的三十多年，从不了解结婚到了解，不了解结婚到在一块儿经过很多苦难，大家磨合变成相互扶持，那种不是说爱呀，不是那种东西，是这种非常自然的人生的一种生活常态，就是大家都有责任，就是互相信任那种感觉。所以说来公司，后来就是说认识这些老师，我发现呢，我特别是我们做这行的，做这行要懂得百业，要了解为什么对这个的感觉，说你有机会演医生啊，对不对？但是因为学这个东西呢，看的有时候。所以说我们东西就是说太多东西要学的了，是对自己有帮助的，真是有帮助，不开玩笑的。就是您认识他们，其实对于你演戏也是有更多的一些帮助。当然有了，我就是好，真的非常好命，认识这么多优秀的人，书法家。从您太太这个好人开始，从我的老师开始，我感觉我非常有福，遇到的都是好人，都是好人。像我们那个叫小学六年级、五年级六年级班主任，他像母亲又像老师。要求严厉，但是对你的关爱让你永远永远记得。我遇到这老师都是平时的，非常平时，我就教我长大的老师，变成我们也就是说也没有一个对名利看得没那么重，有很多老师的语录我现在都记得，比方说看书，一个非常朴实一个农村的一种学的青年，他讲句话到现在记得，只要人家写出的东西只要认真看，你不要先骗我一样，你找不出来比他更好的东西，他就是最好的。你可以反驳他，但你反驳的就看谁赢谁输。所以我就是可能是一生人长大这种过程中遇到这个，在他们身上都学到很多很多的一个宝贵的东西，就是在我的生长过程中经过一路一路也经历过很多的一种磨练。因为我们这代人是我感觉是挺优秀的，学习就是在社会大学学习，这社会带来的一个影响，所以说我们的思维观念，包括我们跟孩子，我们的孩子讲，他们不会理解，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，对他不懂的，他说你傻，其实不是傻。现在二三十岁的很难理解我们那个成长过程的那种美，它是用美来形容，它里面有苦，但是苦的最后想想，其实你享受这种苦的，它是个很美丽的一个人生，它不是个单调的人生，我就感觉挺好的。所以说现在要。就是感觉就是我这个人的心态不会老，感觉有很多东西要学。接下来还想学什么？还想学除了这个人体还想学很多东西。与病症很多东西，这是一个机缘巧合，但是我感觉开始喜欢了。淋巴腺主要是在哪一块啊？后边这块，这块，这块右边，这是背面嘛？背面右块，这是淋巴位，淋巴位，这些都是一些非常。腰痛啊，什么东西啊，胳膊盖痛啊，这个位置，医生不是说不尽责，因为中医这个东西，它不是说立竿见影的东西，要坚持，服药啊，自己保健呐、啊，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呐、啊，作息啊，不要伤肝呐、啊，不要发脾气啊，不要牢骚啊，这很多东西要自己去质疑，它只是给那个辅助，所以世界太多东西要学了。
老天爷给我带来那么多善缘。感谢新浪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本节目由亮星影视独家冠名播出，香港城门贝尔特酒店、香港疫苗会、香港紫蝶芭蕾舞音乐学院特约播出。欢迎下载新浪微博，关注打开天窗说亮话官方新媒体，参与新浪微博话题互动，获取节目台前幕后更多精彩内容。亮星影视